成为桃太郎，你可以看看体验一下。桃太郎一颗头在这里，你看。桃太郎，真的你看桌子底下，你看桃太郎，你要看桃太郎吗？要打滚吗？这里是日本的三大名园，在冈山的后乐园，它占地也是很辽阔，这种天气啊很舒服。站中间一点，吓死人。这里是德岛县最著名的名门窝之道，那特别地方是说它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产生的漩涡，很特殊，因为是地形关系，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景色。
而在这里啊，它是德岛县连接对面的兵库县，也就是所谓的神户。它的特点就在这里，这桥很长，而且底下这个漩涡太可怕了。是德岛有名的拉面，所以它是名店，在车站附近，所以很多人来等。你看，生意真好哎，我们都已经点好餐了，透过机器就在这边等，等它叫号。好了，来德岛县最重要的是看阿波罗舞。我们吃饱饭之后，现在要来看。你看，旅行团好多要来看秀，在这里，他们当地的特色舞蹈，重要节庆就会来跳，但是因为这个时候不是，他们设了一个场馆。特别表演给游客来欣赏。我们体验这个炙烧稻草的煎鱼，还蛮特别的体验。Ha ha ha!
香，是不是那个香味？嗯、有那个，这也是自己烤出来的哦。嗯、自己烤，自己吃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爱媛县的清空市，这本来要回冈山县的一个路途，我们特地绕下来看看，意外发现这个景点其实很舒服，虽然它在山上，海拔比较高，比较凉，现在温度是12度，但是很舒服。先看一看，其实也感觉到刚好在爱媛啊、香川、德岛跟高知这中间，这也是一个山区，所以我们这样横跨。来了四国，四个县市，所以喝他的四国牛奶。爱媛、香川、德岛、高知，喝光光。